辛苦呢，我喜欢那儿。有时候一天就睡三个小时，有时候一天也不睡觉。我爸一回来就拉呼，拉呼就睡觉，睡觉就拉呼，三个字轮着呢。你感觉他们那么辛苦，他们为嘛那么辛苦？你是为的嘛呢？我姐姐他们都能好好生活。那你以后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做好啊？就是我想那个先当兵，然后当完兵就好找工作，找个有一个工作的离家不远的地方，然后每天给我爸和妈打钱。的这个需求，然后后来我发现，就带现把猫猫带到现场去，其实真的还是就是很受欢迎的，效果很好。非常好，从来不会咬人，不会挠。
挠人，甚至和其他的猫在一起，就是它是被欺负的，它也不会还手的那种，它的那个就是胆量和那个紧凑感或那种方式哈、啊，我也是，比如说我会在去车展现场之前啊，就让它适应一下环境。然后负面的评论之后就会觉得那个，比如说哎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可能担心影响猫的健康啊。反正一般我都正面回复，我说那个好的，我说那我就注意，那我以后我就收到，我以后注意。可能我后期会结合到跟汽车方面相关的东西，或者说是怎么去培训一个猫，能让你的宠物也能够为你的生活做出一份贡献，在不影响猫的健康的情况下，在乐意的情况下，然后也是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。我觉得就是这种对网友有帮助就是最好。